主办单位有交代我们，那个我们最近呢、啊、就被一些那个就不说是谁，就反正就说潜艇很爱政令宣导，那我们就来政令宣导一下。主办单位有交代我们呢，来第一要全程戴口罩，还有第二个是什么？不能戏水，就是在这个附近的场域戏水。还有第三个是不要在我们的场域里面抽烟 ，OK 吗？吸烟区在哪边？跟大家讲，吸烟区在那边，那边你们的左后方，对。OK， 这样可以了吗？好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很怕塞车，所以一大早呢，八点半就从我们的城市高雄出发，然后来到这边，所以下一首歌高雄。
却只把空间留给自己。刚刚说大部分都是听过的，最后一句会唱吗？要不要开口一下？挡不住的刺眼的光，日子小船摇摇晃晃。苏瑶，感谢。
们呢，去年的这个时候，刚好也来恒春参加了一场婚礼，然后呢，在这边喝到断片，所以呢，奉劝各位，这不是啊，对了，你们应该看起来身体都还很年轻，尽量玩。然后，所以呢，催生了我们去年底发行的一个专辑，叫《婚礼之徒》，有听吗？哎，你说的也是，他说三十岁还很年轻，对，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三十岁了。而且讲出这句话的同时，其实也代表着某件事情。嘿，什么？哎，对啊，就像我会跟我妈说，啊，不会啦，你还不是十八岁这样。你不会听到十五岁说十五岁还很年轻啊？不会啊，听不太会。没关系，那我们谢谢你的好意。对，收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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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也很年轻。哇，我们这个麦克风一直走漏一些风声。哎，我是刚讲了一个笑话。刚想到的吗？对。谢谢小哥，好贴心。哇，这好像在那个钱柜的感觉。好晕啊，好晕。来，下一首眉飞色舞。我们今天是在这么特别的场地，这个大自然后面前面有山，后面有海。然后呢，我分享一个这个我昨天去买火锅的小故事，就是呢，我就去买火锅，然后总之我就外带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不用那个纸碗，也不用塑胶袋，这样。然后那个反正就一阵混乱，我就想说，老板是不是又要就是帮我硬加一个袋子，可能怕我很怕烫什么的，因为就可能大部分都会这样吧。然后。结果呢？原来是他就叫那个老板娘打开他的袋子，然后丢了一块鸭血进去，然后跟我说环保的问题。然后我就想说啊，什么意思？是什么？然后他就说没有，你下次来先提前跟我讲，如果你不用这个袋子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多加一块鸭血，环保的问题。好，我就听懂，原来老板是有点在耍帅啦。好，所以我也要奉劝各位，我们在这个海边。各位的垃圾不要落地，环保的问题。环保的问题，环保的问题。好，下一首歌《怪兽》。
见到大家，祝你们这几天可以玩得愉快，在有恒春跟恋爱是开心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世界上开心的人也还蛮多的，但是有恒春跟恋爱还有浅提，你就是最幸运的那一个。一定补充一下，这边是不是算肯定啊？肯定啊。那你刚说恒春的？恒春镇肯丁、啊。恒春对啊，恒春镇肯丁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多拍点照啊！就是今天虽然说风蛮大，但是就看起来可能不会很漂亮，不过看起来会很风啊。多拍点照，对不对？对，多拍一点看起来很风的照片，让那些不能来的人羡慕一下。好，虽然这边没有青年路，不过有浅提陪你。会不会有人哈？不想，想要谈恋爱。来吧。有些歌会有意突然说，或是难以捉摸。